澎湃地生。他说平面上有这三点，哦，那我把它画在这里，哦 ，B 是10啊 ，A 是02 ，C 是负30。然后现在说，三角形 ABP 是正三角形，而且 P 在第一象限，哦 ，ABP 是正三角形，所以这是60度。然后三角形 ACQ 也是正三角形，而且 Q 在第二象限。好，那他问说 Q 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？这我就把那个 AC 啊，哈，把它转60度，不过这是负60度了，因为顺时针的这角度是负的，哦，逆时针角度是正的，转到这里来变成那个 AQ， 然后算出 AQ 来的话，我就可以算出 Q 的位置。好。那我们知道，哎，所以这个 AQ 啊，事实上就等于呢，旋转负60度 ，cosine 60度 ，cosine 负60度是二分之一啊 ，cos 哎 sin 负60度是负二分之根号三，它是乘以负号，所以这是二分之根号三，它这是二分之负根号三，它乘以那个什么？乘以那个 AC， 哦，啊，现在 AC 等于多少 ？AC 这个向量的话是这个减这个嘛，负三负二，所以这是负三的负二。好，那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了。这算出来多少呢？是二分之负三减掉二根号三呢，负三减二根号三。然后 y 坐标是二分之这个乘以这个三根号三减二，哦，这是三根号三减二，三根号三呢减二，哦，这是 aq。好，那所以我说 q 我就知道，所以 q 我就知道等于多少，这 aq 哈，啊再加 a 呀，哦 aq 加 a。哦，啊，所以等于多少呢？哦 ，Q 减 A 就是 AQ 嘛。好，啊，所以等于多少？就把这个东西哈，哦，加多少呢？加 A 啊 ，A 是02嘛，哦，加02。加02下去的话，哦，这加零就原来的二分之负三减二根号三，那就把它加二，加是二分之四嘛，所以变成二，四减二的话就是二，所以二分之三根号三加二，二分之三根号三加二。好，啊，这个呢就是它的那个答案。我们看答案对不对？第12题。第12题是负。对了哈，这它答案是写说呢，这个是负二分之三减掉根号三。然后这一加二分之三根号三，哦，一样的，哦，这个约分是一嘛，这约分的话是减根号三，所以这答案是对的。啊，再来他问什么？问这个 CP 减 VQ 的。那我 CP 减 VQ 的话哈，CP 哈，我可以怎么做哈？我可以写成是 AP。啊，减掉 AC 啊，哦，啊，不过我们 AB 还没算出来，我们 AB 要把它算出来，怎么算？就把 AB 哈，哦，转正60度呢，变成 AP。好，哦，现在 AB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哈，哦，转正60度是二分之一，这是负二分之根号三，二分之根号三，二分之一啊。它乘以那个 AB 这个向量多少呢 ？AB 这个向量是等于，啊，这个减这个嘛，是一，啊，这多少呢？这是负二，啊 ，AB， 好，啊，这样就算出来，算出来多少？二分之一加根号三，啊，一加二根号三，二分之一。加多少？二根号三，一加二根号三，
好，然后这个哈，这个是等于二分多少呢？根号三减二 ，AP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然后我再给它减掉呢 AC。AC 多少 ？AC 哈是负三啊负二，负三多。所以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样的话，我要写在这里啊。减 AC 嘛，这个加那个三，就等于二分多少呢？三多二分之六，是二分之七，加上呢二根号三。好，那这个的话，底下是加个二分之四嘛，所以是二分之根号三加二。它就是 CP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VQ， 哦 ，VQ 呢等于多少呢 ？AQ 哈，啊，扣掉这个 AB 了。哦，这一笔想太久不行了，因为还有其他人会打广告，快要选举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 AQ 哈，那 AQ 等于多少呢？AQ 哈 ，AQ 我们算出来是这个 ，AQ 的话啊再减掉多少？减掉了 AB， 就把这个减 AB， 好，把它减 AB，AB 哈 ，AB 是这个，这是一负二嘛，好 ，AQ 减 AB， 那这样一减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是这个，这个减这个的话等于多少呢？二分之。二分之负三，这个通以后变成多少？二分之二，二分之负二嘛，加过来变成二分之负五哈，减掉二根号三。那 y 坐标的话多少呢？变正的嘛，加二分之四，所以是二分之哈，三根号三加二。好，那我们来算一算它的大小。我们看 CP 的大小。CP 的大小的话，我把二抽出来啊，二分之一抽出来，这是多少呢？这是七加二根号三啊，平方加上二加根号三的平方。好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多少？七七四十九了，它在四三十二，二的四，它在是根号三，也是这样的，对啊，加三了，所以这样多少呢？这样是等于那个，六十九，奇怪，不对，我之前算是六十八，四十九，四三十二，二的四。这个有没有算错？减掉 AC 啊 ，AP， 减掉 AC 的话，负三负二，减掉负三负二嘛，所以这个多少呢？这是二分之 AP， 还是这个有问题？加一乘的话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加二根号三嘛，我看到 AP 的话呢，这是 AB， 这个减这个是一根负二，一负二，哎，这样也没有错，没有错了，这样的话怎么，都没有错，那减掉这个 AC， 那这里的话呢是七，这样没有错，二加根号三，那这个是等于那个，
啊，这是五，五了哈，哦对，五加四的话呢是等于九，九二十八，六十八，我没有算错，所以这是二分之一哈，根号六十八，它的交叉项多少？交叉项四七二十八，交叉项二得四，这等于三十二，加三十二根号三。好，这是 CP 的大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那个VQ 的 ，VQ 多少呢 ？VQ 我把二分之一抽出去了，二分之一，根号是五加二根号三，再加二加三根号三的平方。好，啊，这样等于多少呢？这就是 d 加二十五嘛 ，u 二十五，它就是这平方四三十二，二得四，九三二十七，哦，啊，这是九嘛，九加九是十八，十八积一的话是六十八，不是六十八，它叫多少？交叉项，四五二十，它这是。六六乘以二，六二十二，所以加三十二，三十二根号三，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这两个是一样的话，那一减的话，一减到就是等于